现在我们已经把 USB8 接上的 MacBook Pro， 那我们用的是 Logic Pro X 这个软体来做录音的测试。所有的麦克风我们都已经 set 完了，就是用铁三角的 Drum 7的套装。那大鼓我们用的是 ATM 250接在第一轨，小鼓是用 ATM 650接在第二轨，第三、第四轨用的是 ATM 450，剩下的567就是用 ATM 230。